对，现在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啊，到底是哪儿变了呢？昨天晚上变的吗？应该找什么按摩？他不是不是按摩，昨天晚上按了，已经按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应该是他如果是肌肉疼的话，不会这样疼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，我就是要把它贴出来。嗯，贴在叠起来。对，你看它都是有这个层次，你看到没？人在前面，龙在天上飞。嗯。啊。这样子。然后。嗯。礼物，这个礼物。好，再来一个。手是受伤了吗？嗯。对，没事。